哎呀，我说你咋又来了？我都说了我家啥也没有，你看看这回连楼梯都没有了。前几天我师傅为了相亲买了个新袜子，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卖了。看我用我的新武器好好对付对付你。这是我师傅留下的新型武器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老红了呀。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我丢你居然敢戏弄我。哎大哥，误会误会。哎别打脸别打脸呐。哎呀这枪也不行啊，看来我应该弄个八倍镜，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吧。我丢。哎呀就你这样的还想偷我家东西，啥也不是啥也不是啊。哎呀又是和小偷斗智斗勇的一天呐。我来看看家里有什么东西啊。哎窗帘后边会不会有东西呢？嗯啥也没有。叮叮叮撬棍，这能干啥？难道是让我用撬棍跟他对抗？咦这是不是有点太野蛮了呀？我可是靠智慧吃饭的人呐。哎呀有了。嘿嘿看我做一个超级大陷阱，来吧来吧来吧起来吧。嘿嘿我的陷阱做得不错吧，欢迎你下次光临。哎呀终于能开开心心的看会儿电视了，可恶的小偷终于不来了，我要看动画片。嘿嘿真好看呀。不是你咋又来了呢，居然还偷听。嗯要不然咱俩一块看呢。哎不看就不看，你拽我脖领子干啥？你给我放下。我要看枪战片。哎行行行行，看就看呗。那我给你换个台，你先把我松开。哼居然敢拽我脖领子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你在那捣鼓啥呢？别想耍花招啊。哎呀知道了知道了，弄好的快来看吧。哎呀妈呀吓死我了。哎这都吓跑了，我师傅的臭袜子还没给你享受呢。喂喂喂真走了。